撞中了第一个球，现在于朦胧准备要出场了，赵文卓先生呢是来给他做一个助力。来上，你先站好，好，好，稍微蹲低一点啊。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马上到了，扒拉他，扒拉他。哎，哎呀，啊，啪，小样儿，可以过来。保龄球说他扒拉我。能体会夜太静太美，就忘了昨日